领域非常新，嗯，对，新媒体啊、数字娱乐啊、嗯、动画啊，其实都是这个产业里面非常非常新的，比起其他的这些传统的行业，对，它非常非常的新。然后呢，我们必须要非常多人的扶持，嗯，所以它是一个嗷嗷待哺的一个小孩子。然后呢，当我们想看到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特别有意义，所以我就打电话写信给他，跟他说你有没有可能把你这个作品变作是我们这次的第一代奖的奖杯，嗯，所以他非常欣然同意。之后呢，我们就大量制作了一个奖杯，但是这奖杯我们稍微做了一些调整，嗯，我们把这个奖杯原本这个小孩子平走的这个脚呢，把改成是踮起来。哦，那这个是有一个，对，是有一个意义的。没有把它放在那个桌子上面什么的。嗯，它有一个特殊意义，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产业，必须要挂靠在非常多不同的那个专业领域里面。嗯，所以他们只要一有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出来。嗯，这个可能性比如说我们跟服装表演结合在一起，我们跟新媒体舞蹈结合在一起，我们跟音乐结合在一起，跟那个戏剧结合在一起，这些都是要依靠一个传统的产业，所以他必须得踮着脚，他站不稳，一个人站不稳，他必须要有人来支撑他。所以这个是我们那个奖杯一直是踮脚的一个谜底。对对，这个就是我们讲。对，很多人都问我，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解释。对，今天终于揭晓了这个谜底。对，这个 okay, 这个作品特别有意思，嗯，然后这个是我们这次的第一队，哦，第一队奖的这个宣传册。宣传册啊，哦，对，非常精美的宣传册。好好好，谢谢谢谢。还有这次是我们两个的这个笔记本。啊，哦，啊，哦，这笔记本送给你，希望好的好的好的，今天你有一个愉快的展览之旅。好好，谢谢丁教授。我们明年会做的比今年更为有趣。对，我们也非常期待说看到明年的这个2008的北京夏日数字娱乐节的展览。好好 好, 好，谢谢谢谢。